大。九九妹李明山路边大爆吐，坦言压力大到很焦虑。应该是太焦虑，太焦虑，不舒服，应该太焦虑，压力太大。这样，所以呢，人嘛是这样子，对不对？大家只看到成功的一面，看到你表面光鲜的一面，然后感觉哎，就是很开心，赚很多钱。可是大家没有看到，就是自己给自己压力比较大的那一面。但是我们一起加油 ，fighting！ 120